要是我了，我大哥。你哪能老被问我是想是今年22岁，然后大学毕业，虽然也不是要飞呀，希望照顾老人麻痹，因为他语言障碍。让家长不放任我，反而把我们一般人小孩子照顾我、教育我。我一直认为说，我只是家里不对，我还是跟一般人一样。有人我人要装小孩。要五光十年里，妈妈背着我上课，给我带上让我的鞋褥，因为我移动不方便，无法正常入睡。那个时候，他都协助我，让人脾气暗落的，因为我们帮忙也是。我让你先入电脑，用电脑写作业考试。电脑被我帮助了，让国文毕业后，补办本科教育电脑相关科技考点数位媒体设计科。因为在求学过程中的话，因为他比较就是比较困难的就是学习嘛，他因为他不能用手写，他只能用电脑。那我也是希望说我在他旁边能够协助他，那同学之间他们也能够帮助他。那时候在求学过程中，就是遇到的老师都不错，因为还蛮有爱心的。像如果说上课的话，其实老师也是希望我不要陪伴他，让他自己能够独立嘛。所以他对这部分自己也做得到。然后我在跟同学互动当中，我也是用朋友，那就像同学，然后朋友也算是可以跟他们互动交流，就是希望他能对我自己的小孩子能付出说，哎，可能是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不要去用异样的眼光看他。祥俊的妈妈在我看来真的很了不起。她是全程的陪伴，所以早上她开车送她去，那就在就是每一节课她都会陪伴。那偶尔她会想说让祥俊自己上一下课，她会出去一下下，但是还是不放心，因为祥俊有时候他需要上厕所。好，妈妈需要帮助她。那妈妈跟同学的关系相当的好。同学有时候都会过来跟妈妈聊天，所以有时候你看不出来她到底是谁的妈妈，就同学就会过来跟她聊天，女生啊男生都会围着她讲话。那妈妈跟老师的关系跟学校的职员其实都很熟。那像我跟她也会在下课的时候多聊一些，所以就是对祥俊就是慢慢慢慢的，越来越了解，也发现说妈妈在这个当中，在祥俊求学的当中扮演一个很大的角色。她不只是支持他，还有就是每天接送他上下课，她还帮他就是跟同学建立很好的关系。应该说，她也帮祥俊营造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刚刚毕业，我因为梦想还有想要过不一样的生活。
我也要个二十步，我们也要一起。因为当初他要去湖北读书的时候，因为毕竟离高雄比较远，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很担心说他一个人在外地的时候他怎么自己照顾自己。然后还没有开学之前，我有先去学校跟资源中心的老师沟通，因为他们是负责这一块，而且那时候我据我了解，我是他们学校是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脑性麻痹的小孩，所以他们当初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他的这个个案。然后我就是上去跟他们那几位老师聊过之后，把我的需求跟小孩子的状况告诉他们，然后再来怎么解决。那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联络上的，到我们在联络上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湖北科大读书了。那我也蛮吃惊的，因为没有想到妈妈放手了，让他自己一个人到外面去生活。那我也觉得说，哇，这个小孩子跟我以前所认识的祥俊不一样了。我还记得他跟他以前在上课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我问他，祥俊，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很清楚，他 那天跟我说，老师，我很想骑脚踏车。那天我回去，哇，心里感触很大，就觉得说骑脚踏车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简单、多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是他的愿望。所以那一天啊，心里应该是蛮难过的，为这个小孩子说啊，这样子他的人生到底要怎么样走。因为其实他刚开始跟我讲的时候是已经计划好了，然后因为他是把全程的计划，就是那个行程表都给我的时候，再告诉我说，妈妈，我已经计划好了，我想去环岛。但是当我听到的时候，我是觉得还蛮讶异的，因为他曾经有说过，但是我并不把他当作一回事啦。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哎，他是不是真的是当真？但是另一个部分就是说，他一个人就是只身去环岛的时候，他是要怎么办得到？因为不是说像一般正常人能够说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可能是对交通，因为我也比较担心他交通跟住的问题。那其实说你要环岛，你要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是不是还要需要很多人的协助？包括说那个身心障碍的斜坡道，不管吃或是住，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在考虑到说，是不是应该给他去，但是他自己还蛮坚持的，他是希望说他想圆那个梦。不一样的让我去，让我帮你，让我帮你，本身就有很多的爱，你帮我想要的王朝，想要上上的王朝，你不要王朝，你想要我王朝，你是要自己可以过上多少自己。然而我要过能够遇到许多障碍，但是有些地方有门槛或物质让我无法进去，这些都是一般人不知道的事。可是对障碍者来说，没有不变，没有走过一个不会知道见阎王有多少的王，因要人有不方便。我不会玩，刚刚自己
两个老板问我说：“我到底是怎么做我的？”藉由他跟我的分享，我觉得我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他对自己自立生活这一个区块的坚持跟毅力，他跟你分享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心疼。那也好几次就是在跟他谈话当中，我会掉眼泪。那他就说：“老师，你比我爱哭。”真的，你会被这个小孩子感动。那我觉得认识你是我们很大的福气，因为我们从你身上学习到好多。那老师也祝福你，在未来你想要完成的一些事情，或是帮助更多，就是身障的朋友，或是脑性麻痹的朋友，走出他们现有的环境，能够走向外面，走向人群。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不简单，因为你不只是希望你自己走得出来，你也希望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其实他从小是一直在我身边，也一直是我最放心不下。那当初他是说要搬出来，我是觉得说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也是希望说他，究竟我在旁边也照顾得到。那因为他也是有他的坚持，他觉得说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他想一个人出来自己独立生活，就是说他能够照顾好自己，不要让我操心就好了。所以他现在工作上稳定，然后还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那没必要，我们一定搬不来。我妹妹跟我告诉你，你走的方法这一天平面上去的暗示，我想告诉你，人一样工作过来，实现自己生活的目标。未来希望自己能够帮一个不务正业的光棍，让自己的生命实现，让更多的爱人保护他，让更多的让人更了解、更了解的爱人，希望他幸福，将会看见他爱人的心跳，了解将爱不是来自大爱的自己，而是往黑暗社会。只要透过自大的结构化服务，将爱的人会日益向我，能将有更多的改变吗？天过后又走完一段旅程，站在放慢的十字路口，仰望看着蓝天，想更清楚自己的方向。就算曾经走过多少路，看过多少风景，经历多少风雨，前方多少阻碍，有没有变得更加勇敢，能重新去梦去爱，不管外面世界多纷乱，心中仍保有一块净土。我是谁？我是谁 ？I know who I am。